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拍一场戏，里面有 F 四要喝饮料的戏，而且今天是关宏的生日。好，有一杯是盐水，那盐水是给谁的？因为三太是湖南人，他肯定很能吃辣，他受不了吃辣。他肯定，哇，你很有研究哎。所以这杯是花泽类的，这杯抹茶汽水放了什么？芥末。放了芥末。纯芥末。百香果。那是什么？辣椒水。就是闻到就恶心了。朝天椒。一会儿我们要拍一个喝饮料的戏，然后我们就会先串通好导演，然后在关宏的花之类的饮料里面下一点手脚，比如加一些芥末呀，然后胡椒粉啊、盐啊，哎，对，不要吝啬那些材料，就是可能加一罐盐、一袋盐，然后一袋芥末、一袋胡椒粉。关宏的那杯会放东西。放什么？放芥末吗？那很酸很酸的那芥末或辣椒油之类的。然后让他喝就面不改色的喝。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，反正就是说，不能第一不能关机嘛，第二要想办法哄陈冠宏喝。那万一他怀疑说奇怪，为什么我喝你们都不喝，你们就要配合，你们也喝，然后你们也喝，要逼他喝这样子啊，懂吗？好，我们的是没问题的是吗？当然。耶、yeah。我跟他们讲说，是你的饮料里面有放东西，其实是他们的饮料有放东西。小游第一天当店长就这么成功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还不上来帮我尝一口？我肚子痛。不愧是三菜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成功。我的这杯，这一半都是盐。你做的比张明寺的恶心一点，没做的又咸又辣。我的是芥末味，他们是盐味的。今天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吗？那就来唱生日快乐歌吧。首先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一个道理：姜还是老的辣。他就说只有我的没有，大家的都有。然后我一靠近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闻到味道。耶耶。